这鸭蛋多少钱？哎呦，楠姐啊，你怎么有空过来看我呀？哎呦，这帅哥谁呀？男朋友啊？哎，你看，这帅哥一身贵气，一看就是爽快人。来两个鸭蛋，把你们这儿最贵的鸭蛋拿过来，谢谢。好嘞。 楠姐，你看您怎么还坐下来呀？哪个不让眼的商家卖你卖贵了？我帮你报仇去。你才被卖了！不好意思，口误啊。多少钱？这个，卖你5块钱一个。便宜点。也就是你来买，我给你个进价，4.8块，我就挣你2毛钱。你看啊，正宗的高邮咸鸭蛋，个个流油。 楠姐，这什么呀？这是诚信检测仪。嗨，楠姐，你这也太兴师动众了吧？不至于。坐坐呗，看看你是不是诚心经营的。我呀，绝对是良心卖家呀。这叫什么？事实胜于雄辩。进价多少钱？4.8块呀。4.5块。 3块钱，都是高邮的。当然了，都有。当然了，楠姐，我这个吧，确实不是高邮的咸鸭蛋，我这个是从郊区收的，都是村民自己腌的。给个最低价。3.5块。6个。早说嘛！ 跟你说了，诚信买卖，诚信买卖。哎，21。谢谢啊。<笑>这豆腐怎么卖啊？3块钱。啊，放心，差价我补给你。以后做生意要讲诚信。哎，哎，大叔，您啊，真是好人。是大叔。 多少钱？就20吧。不用找了，谢谢。